酸碱体质养生骗局为何不靠谱？辅导孩子做作业到底有多苦？福带包裹有着怎样的营销套路？更多精彩，尽在本期《杂志天下》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杂志天下》，我是廖杰，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。节目也在手机江西台同步播出。节目开始，我们来说一说酸碱体质。 最近，美国圣地亚哥法庭啊，判决了一个叫罗伯特·欧阳的人赔偿一名癌症患者，赔多少呢？赔一亿美元。这个罗伯特·欧阳何许人也呢？他呀，是一位养生大师，他呢，创造了一套这个理论，叫酸碱体质理论。我们一听不陌生吧？按照他这个理论呢，说这个人呐、啊，体质呢有酸性、碱性。 这么两种偏酸性的体质呢，会引发各种疾病，包括什么癌症。你想要健康，哎，那就必须保证你身体的碱性环境。为了推广他的这个理论呢，二零零二年，罗伯特·欧阳呢一口气啊写了四本书，都成了这个畅销书。他呢还利用人们渴望健康这个心理啊，配合酸碱体质理论，就卖各种保健品，卖各种药品。 甚至呢，还建了一座疗养中心，推出了多种碱性疗法，那赚的是盆满钵满。二零一五年，美国有位这个癌症患者就听了这个欧阳大师的话，放弃了以前常规的化疗，选择这个碱性疗法来治疗。那怎么治疗呢？就是在静脉注射的药物当中啊，添加这个碱性的小苏打。只是呢，这患者的病情啊。 没有半点的好转，癌症还越来越严重，到了晚期了。最后呢，这患者就把罗伯特·欧阳告上了法庭。在法庭上，这罗伯特呢，啊、呃，主动认罪啊，表示自己这个酸碱体质理论呢，就是瞎编乱造的欺骗，而且呢，他也没有行医的资质啊，就连文凭都是买来的假货。说白了，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忽悠。 实际上啊，酸碱体质理论这诞生的十几年来，咱们国内外不断有这个科学家、医生提出过质疑，一些专业医学网站那直接把它称为是养生大骗局。可即便如此，还是有很多人对这个理论深信不疑呀、啊。不光在国外哈，在咱们这呢也有很多人相信。中国人注重食疗啊，有些人呢就根据这个酸碱理论。 列出了许多食物的酸碱性，有的厂家他甚至就趁机生产所谓的碱性水、碱性食品、碱性药丸他们信奉啊，只要多吃碱性的东西，人的体质呢就可以变成这个偏碱性的，就不容易生病，甚至呢还能够治病，包括能治癌症。 此外，这酸碱体质理论到了咱们这呢，还被运用到了生男孩生女孩上啊。说如果你想生儿子，那就必须多吃这个带碱性的食物。不过呢，既然人体酸碱性的理论都是假的，那所谓食物的酸碱性肯定不靠谱了。这一回美国的欧阳栽了啊，我们不能只看笑话哈，我们得问一问啊。 咱们中国的欧阳还有多少？这个理论呢、啊？这个骗子啊，为何他会有市场呢？所谓理论骗子，就是他们都有一整套看上去能够自圆其说的理论。你比如张悟本，他鼓吹啊，把吃出来的病能够给他吃回去，说绿豆呢能治百病。还有养生教母马月玲啊，宣称啊，说人体所有疾病都是气血这个虚寒所致。 说你生吃泥鳅就可以补血啊！他们往往利用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来兜售他们所谓的歪理邪说啊。然后呢，出书、开讲座、出席活动、代言产品。你像罗伯特、欧阳啊、张悟本呐、啊、马月玲啊，都出过好几本畅销书，这就更加误导了人们呢，很容易受骗啊。他们会认为，如果是假的，他怎么能出书呢？此外啊。 这种行骗方式其实呢，也是一种脱罪的方式，啊，一个患了癌症的人，他本身治愈的概率呢就不太高，即便是相信骗子的学说，心甘情愿花很多钱，最后也很难有证据来证明他们是被骗子所害。这一类案件，你调查呀、取证啊，往往是比较的复杂，受骗者呢常常是有苦难言呐、啊，所以呢。 这一次，罗伯的欧阳被判要赔这个巨额的赔偿啊，可以说是大快人心啊！也给咱国内的一些养生大师那是敲了警钟啊！你打着养生的幌子忽悠患者，小心搬起石头砸你自己的脚。咱们这个普通公众啊，也要提高自己的这个科学素养，少一些养生迷信。要我说呀，酸碱体质那是骗局。我们就希望啊，某些人。 不要再有易骗的体质啊！好，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，我们来说一说碳九泄漏。前不久，福建泉州一家石化企业发生了泄漏事故，一种化学物质叫碳九，污染到附近的海域。 当地初步调查就认定这是一起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啊！这个公安机关呢，对涉事企业的四名人员也进行了调查取证，表示将查明事件的原因，追究相关的责任。目前海面油污已经基本清理完毕，码头上的人来人往又恢复到往日的热闹。当地海产品也在进行严格监管，确保不会销售到市场上去。而渔民的损失呢？ 当地也在督促企业要承担赔偿，可以说善后工作在有序的展开，但这一次污染事件依然有不少地方值得追问。新华社就发文三问碳酒泄漏事故。根据媒体报道，在泄漏发生之初啊，当地并没有及时的给他疏散附近的渔民，反而呢啊发放油毯，让他们放到呃、啊、这个鱼排里啊去这个吸附这个碳酒。 不少渔民呢，因此就接触到了这个污染物，皮肤啊甚至被啊腐蚀了。有人因为接触到化学油污都住院了。照理说，化学污染物的抢险清污应该由专业人员来操作，可是当地呢，却让那些没有防护条件、没有专业能力的渔民啊来干，这个做法呢就受到了广泛的质疑。面对泄漏事故，当地的应急措施呢也很不到位。你比如。 当时刺鼻的这个味道啊，蔓延幼儿园呐、啊、学校啊，他还正常上课。有的学校啊，离这个被污染的水域啊，还不到五百米呢。这些孩子戴着简陋的口罩，起不到什么这个防护作用啊。有家长要求学校赶紧停课，校方竟然回应说这会引发恐慌，就拒绝给他停课。那么，碳九对人体到底有怎样的危害呢？专家就表示啊。 碳酒啊，它属于低毒化学品。如果吸入了它的呃挥发物呢，可能会造成急性的短期刺激，但不会导致长期的累积性的损害。它污染的水产品，它会有一定的毒性。如果误食呢，会产生一定的不适，但对人体的危害啊是比较有限，不是特别严重啊。有专家就表示，虽然大部分的油污已经被清理。 但碳九对近海水的这个影响啊，还将持续一段时间。有一些融入到水里的化学成分呢，对近海污染的影响恐怕要持续一两个月。值得庆幸的是哈，碳九它密度小，比水还还要轻啊，浮在水面上啊，它随着海水呢扩散稀释。从长期来看，它不会造成太大的环境破坏。 在这个事件当中，除了处置适当，当地有关部门是否存在监管失职，也应该进行后续的调查问责。发生泄漏事故的化工企业存在未批先建的问题，从二零一一年拖到二零一六年，一直呢没有整改。为了让这个项目能够通过审批，当地环保部门居然以备案的方式来代替环评，让这个违法的项目啊得以通过。 这个企业的探九业务啊，是今年新获批的啊，结果呢，今年就出事了。有人就问哈，当地政府对这家化工企业如此啊，这个爱护有加，违法审批，那为何能够一路绿灯呢？此外啊，从这个规划层面来看，这化工企业的位置呢也不够合理，它跟这个居民区啊，跟这个养殖区啊，哎，比邻而居。 有着很大的隐患，在整个化工区内，各种管道啊、工厂啊、居民区啊，哎呦，犬牙交错，混杂一起啊，来往的运煤车轰隆而过，卷起的阵阵黑色粉尘。那附近村民就说了，啊，经常闻到这个臭味，家里连窗呢都不敢开，周边工厂的粉尘很多，啊，家里你一天不给他擦啊，桌子呢就会有一层这个黑黑的灰啊。 根据中央环保督察，当地要进行整改，要在石化园区的这个周围啊，要设置五百五十米的安全控制区。但是呢，这化工厂离这个居民区啊，最近的距离呢，只有一百多米，远远达不到要求。按照当地计划，安全控制区内的居民将陆续给他搬迁啊，总共涉及到十七个村，五万多居民。 要我说呀，涉事企业的责任当然是无从推脱，而规划审批、日常监管、事故处置等多个方面的安全隐患点，也一个都不能放过，唯有如此，才能吸取教训，避免重蹈覆辙呀。好，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，我们都知道啊。 帮孩子找对象，那都是大龄单身青年的父母们啊才会那么着急啊。可最近呢，朋友圈里却掀起了一股提前嫁儿嫁女的热潮。孩子才读小学，还没成年呢，说家长啊就纷纷在朋友圈帮孩子找对象，这年轻的爸妈都怎么了？我们来看一位家长的朋友圈啊。 是这么写的，你看啊，未来亲家你好，我女儿有房有保险，会游泳，哈哈，说年满十八还会给你配车，过年随便去哪家可以不要彩礼，包办酒席，唯一的要求，你看唯一的要求，能不能现在就接走，把作业都给辅导一下，谁家的媳妇呢，归谁养，这底下配的图啊，哈，是孩子写作业的场景，得了。 原来都是陪孩子写作业惹的祸，这一时间呐，朋友圈可就热闹喽。不少家长啊，都给未来这个亲家呀写信啊，态度那真叫一个诚恳啊。都是送房还送车啊，礼金不要，嫁妆你随便挑啊，只要能帮我们家孩子辅导作业，什么都好说啊。虽然都是开玩笑调侃啊，但却折射出家长的心酸和无奈。 这说起陪小孩写作业，那真是一把鼻涕，一把泪啊！说前不久，江苏南京一位妈妈因为孩子写作业太磨叽了，一动怒呢，都气得这个这个脑梗啊，都住院了、啊。这个、新闻立刻引发家长们的共鸣啊，纷纷表示说陪孩子啊，有一种亡命天涯的感觉啊，时时刻刻都要崩溃啊！你看这边，家长痛苦，另一边呢？ 孩子也可怜呐、啊，郁闷呐、啊，在爸妈的怒吼下，什么题目都变得不会做了。你看啊，父母压上他全部的休息时间，甚至呢，赌上了身体健康，尽心尽力陪孩子写作业，可结果呢，不仅没有帮到孩子，反倒成了孩子的噩梦。有教育学专家呀，就表示说，孩子如果什么。 都被这个家长掌控啊，就会渐渐失去对任何事情的兴趣，包括他的探索能力。反正轮不到我做主，干脆呢，撒手啊，破罐子破摔，什么都敷衍应对。专家就建议哈、啊，家长对待孩子这个功课呀，一定要放松心态啊。你即便是陪他写，也不能一题提一题提个盯着看啊，而、啊、应该呢，有意识的培养孩子的主动性。 积极的一个学习的习惯。哎呀，我说呀，生活不只是眼前的作业啊，更有孩子的快乐成长。你可不要让陪孩子写作业，成了一道送命题啊！好，继续回来，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《财经》杂志，文章标题：《五十六位落马医院院,院长宣判，专业人才的贪腐悲剧》。 前不久，安徽安庆市的市立医院原副院长陈新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。根据这个杂志的统计，哈，这是今年第十八位落马的三甲医院的院长。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信息，全国今年就有五十六位医院的院长啊、副院长啊，因为贪污受贿被判刑。这些个医院领导大多呢都业务能力突出。 获得过不少的荣誉，但一旦手握医院的管理大权，哈、啊，没有经受住利益的诱惑，就陷入到贪腐当中。随着药品领域的改革深入，反腐力度的加强，医疗耗材、医疗设备的腐败案件就逐渐取代药品里，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。你看几个月前啊，新组建的国家卫健委联合多个部委啊，印发文件，治理医疗领域的不正之风。 其中就特别提到要加大耗材的检查力度，要加大对商业贿赂的打击力度。从目前这个案件来看，医疗器械腐败往往是串通来作弊，来抱团贪腐啊！院长拿大头，科长拿小头，那涉及到的部门多，人员多，往往啊，你查一个案子，查一个人，哼，立马会牵出好几个人，甚至呢。 几十个人，有一个医药行业的人就说了啊，想要医院采购你的产品呢、啊，啊，从上到下哪一个环节都要打点到。医院院长由于权力过于集中，采购借款的最终签字权呢都在他手上，而且呢缺乏制度上的约束，这就给寻租啊哼留下了空间。 杂志呢提到了一位落马的院长，叫何志勇，他呢是四川绵阳盐亭,亭县,县的一个卫生院的院长啊。卫生院说准备采购一台放射机，当地一家药企一听到消息，哎呦，就向何院长啊承诺啊，如果中标，嘿，我就给你三十万。于是呢。 在招标的时候，何志勇就按照这家企业设备的参数来定好这个标准，就相当于啊，哎呦量身定做了。结果呢，这企业果然成功中标。这么一台放射机的价格是八十五万，这个药企呢给了何志勇三十万。由此可见，这医疗设备领域这个腐败的空间有多大呀？ 前不久，安徽儿童医院的原院长金玉莲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。此前，他管理安徽儿童医院超过了十年。今年四月呢，其实已经退休了啊。退休后被追责的院长不止他一个，因为医院院长是终生追责制啊。有些人呢，已经不当院长，在卫生系统已经升官，或者是下海经商，或者呢，已经退休在家，也都逃不过法律的追责。 在反腐的同时，公立医院的薪酬改革呢，也在同步进行啊。很多地方都提出来啊，要对医院院长啊实行年薪制啊。有专家说了，国家正在从三个方面来治理医疗腐败啊：通过高压反腐的震慑，让他们不敢贪腐；通过医疗体制的改革，让他们不能够贪腐；通过医务人员薪酬的改革和提高，让他们不想贪腐。 要我说呀，这三个方面同时着手，那就是对医疗领域的腐败来了一场精准的手术。好，接下来进入到板块，杂志标题来看最新一期的新周刊文章标题：害惨中国女孩的网红脸正在被韩国人抛弃。哎，一说到这个整容啊。 可能很多人第一个想的就是韩国啊,啊，发达的整容技术，每年呢都吸引到上百万的游客呀，啊，到韩国去医疗观光。在咱们这呢，什么双眼皮呀、啊、高鼻梁啊、尖下巴这样的网红脸呢，成了很多女生眼中最美的样子。不过最近啊，有人发现，这网红脸不再是爱美女生的首选，越来越多的人呢，都开始欣赏起了自然美。 二零一八年度的韩国小姐大赛，二十三岁的大学生金秀敏呢、啊、夺冠。这个女孩啊。呃，虽然不怎么让人惊艳，但却隐隐的透露出一种自然美。相比那些整容整的这个亲妈都认不出来的参赛者呢，然后有人就评价说，这个呢，才是真正的韩国小姐啊。似乎韩国人的审美在变喽，正在回归自然。而、啊、到了咱们这呢，又是什么样子呢？ 二零一七年医美行业白皮书就提到，说全球每二点五个整容人士当中，就有一个是咱中国人啊。全球医美行业的平均增速啊是百分之七，我们这呢，百分之四十二。医美行业的迅猛发展，让越来越多的女孩啊，哈，加入到整容大军啊。 杂志就提到说，咱国内整容群体啊，正呈现低龄化的趋势，超过一半的医美消费者，他的年龄呢都在二十五岁以下，甚至啊，现在零零后都能占到百分呃之四左右啊，而这些人基本都是在校生啊，或者才刚刚参加工作，没有钱，又想变美，所以很多女生呢不得不啊整容贷啊，最近几年。 违规整容贷引发的各种纠纷是时有发生，姑娘们以为这是美丽的开始，却不知道很可能是噩梦的降临。每个人都有追求美的这个权利，问题的关键呢就在于人们在不自觉当中被这个美呀、啊、所绑架了。文章就说了，很多人认为拥有美貌就能够逆天改命，但并非所有的逆天改命的人都拥有惊艳众生的外表啊。 很多时候，他们拥有的是自信，是坚定。网红脸正在被抛弃，要我说呀，放下对自己容貌的苛刻，那又未尝不是一种成人之美呢？好，接下来进入到另外一个板块：杂志图片。安徽蓝田，上万亩菊花相继盛开，金黄色的黄菊。 银白色的贡菊，红彤彤的枫叶啊，交错纵横，相映成趣，构成了一幅绝美的深秋画卷。不少游客沉醉其中，流连忘返，舍不得成为局外人。重庆江北区一栋大楼，四面外墙上布满了大大小小有上千个方形的孔洞。 被称为是洞洞楼，这些洞啊是建筑师精心设计的，每个洞呢都是一个采光点，让屋里呢各个位置都可以有阳光。瞧见没有，洞洞楼，这叫别有洞天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。前不久双十一。 线上卖家使出了浑身解数啊，吸引大家买买买。一些二手交易平台也没闲着呀，说最近啊，很多二手平台上啊，有卖家打着快递处理的旗号出售无人认领的包裹，这些包裹的来路，哼，那就是五花八门了。有卖家说呀，朋友是开这个快递站的，攒下了很多包裹，有没有人认领的？有寄存超期的，也有拒收的。 还有的就说呀，这些包裹是仓库数据丢失、微商倒闭、库存件啊。虽然这个说法不一样，但销售的套路是一样的。包裹标价呀都特别低，低到只要几毛钱，买家只需要支付十块钱的快递费就可以了。为了增加它的神秘感呢、啊，这卖家。 还给这些个快件起了一个比较洋气的名字，叫“福袋包裹”啊。说这些快件从来没有拆开过，我们也不知道那里边是什么东西，属于什么呢？随机发货的福袋。那卖家还暗示哈，说包裹里啊，也可能是好几百块钱的化妆品，或者呢是好几千元的手机，甚至有可能是上万元的珠宝玉器呢。到底你能收到什么？ 那就看你的福分、你的运气喽。嘿这就勾起了人们的好奇心。十来块钱这么便宜，买呗，说不定啊，哈，就能买到一个大惊喜呢。可是，等到买家收到货之后，就发现惊喜那是一点都没有的。包裹里边呢、啊，都是些小玩意，什么牙刷、挂饰啊、数据线之类的，也真就是几块钱的东西。有业内人士说呀。 这些所谓的无人认领的快件呢，只不过是披着快递盒子的批发小物件罢了。有的厂家想要清理他积压的货物，就想出这么一种神秘手段，把低价商品卖给被好奇心吸引到的买家。这其实呢，就是一种变味的批发营销。另外，快递公司说了啊，根据相关的规定，快件无人认领。 通常就会退还给发件方，如果无法退回，会由专门的部门来进行销毁，绝对不可能交给某一个人去进行贩卖。很多二手交易平台因为监管机制不够完善，还有很多卖家呀，他就打着无人认领的幌子啊，在这变相营销。再加上咱们一些个消费者总想着贪便宜，就让这种营销套路啊有市场了。二手平台售卖无人认领快件。 还是那句话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你以为是好运连连，也可能是坑坑不止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滴滴整改。前不久，滴滴出行发布了相关安全措施和功能升级，其中就包括在原有行程中录音功能这个基础上啊，逐步来试一试车内录像的功能。 据滴滴介绍，从本月七号起，成都、广州等十六个城市的乘客打车的时候呢，会收到录音录像的授权提示。如果车辆安装了车载的录像设备，那行程会全程录像。他并表示啊，说这个平台将严格保障乘客和司机的隐私安全。这么一个事情呢，就引发了议论啊。对于这个此次整改中上线的录像功能啊。 有用户就说了：“你车内录像，你倒是安全了人生，却将咱个人隐私暴露无遗啊！那个虽然平台有承诺，但隐私安全问题依然是值得关注啊。”对此呢，有专家表示，网约车它属于这个运营车辆，也是一个小小的公共环境，和公交车一样，车载录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乘客和司机的安全，同时呢，也能。 保留证据，帮助解决纠纷。今年以来，网约车安全事件频发，也让滴滴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。那最近几个月，滴滴平台呢也开始增加并试运行了很多这个安全保护功能，其中就包括什么一键报警啊、实时位置保护啊、私蹭黑名单啊这些个措施。 不过，从用户反馈来看，滴滴这一系列的整改措施，用户呢似乎也并不是都买账啊。你比如说一键报警啊，有乘客就反映，点击报警之后无法将信息啊直接发给警方。根据前不久滴滴发布的整改公告，这个显示啊，平台的安全应急客服团队呢人数是增加了三倍。对于安全整改，虽然开除了马丽，但显然。 还存在一些疏漏，如何真正将安全落到实处，让安全保障成为出行的铁律？要我说，滴滴包括它整个网约车的行业啊，还需要下一下苦功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《南方人物周刊》，我们来介绍瑞慈结婚降级啊。 现如今“降级”这个词啊，特别火啊。说有些年轻人把结婚的一切仪式呢都从简，不请婚庆公司，也不什么大摆宴席，就是简简单单请同事啊、同学呀、啊、吃个饭。还有啊，婚纱照咱也不拍了，戒指呢也不一定要钻石的，银戒指就行了。结婚降级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个字：累啊。 从前期的操办策划到结婚当天，大大小小的事情那是一大堆，那真叫一个累，太折腾了。要我说呀，结婚降级那就是化繁为简。毕竟稳定美好的婚姻关系从来就不是靠大场面来撑的，不是靠什么精致的这个婚纱照来维系的。我们套用那句话哈：“两情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婚纱。” 酒席，好的，感谢收看《杂志天下》，读杂志，观天下，杂志话题多，咱们明天中午接着说。节目最后是《天下言论》。